大家好，我是 China 海绵宝宝，下面录一个神曲，希望大家喜欢的可以点击转发点赞，么么哒，爱你们哟。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的倒闭了，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的倒闭了。王八蛋王八蛋，黄鹤老板吃喝嫖赌吃喝嫖赌，欠下了3.5亿，带着他的小姨子跑路了。我们没有办法，罚这钱包抵工资原价都是100多、200多、300多的钱包，通通20块，通通20块，通通20块。黄鹤王八蛋王八蛋，黄鹤你不刺人，100多、200多、300多的钱包，通通20块，通通20块，黄鹤蛋王八蛋王八蛋，黄鹤你不刺，你们不死人，我们辛辛苦苦，我的直播间的 ID 是25066哟。好，我们这个神曲就到这里吧，么么哒，爱你们哟。